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王频道。毫无疑问，对于不想打扰宝宝睡觉、不想偷偷观察的父母而言，婴儿监视器是很棒的发明。然而，有时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请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即将会看到婴儿监视器拍下的各种诡异画面。我们马上开始吧。异常频率。如果作为一名父母，当你知道孩子明明单独待在房间里，但监视器却传来类似恶狗嚎叫的声音时，你会是什么感受？或者设备突然发出了另一种外星人般的奇怪噪音？然而，事实上，诡异声响的来源既不是外星人，也不是幽灵，而是机器受到了外来无线电信号的干扰。第二段视频中，应该是附近有警员在通讯报告，但声音频率被压缩后，听起来就像外星人在说话。相比之下，第一段录音就显得更加恐怖一些。据推测，这应该是邻居家婴儿监视器上宝宝的哭声，由于距离超出范围，导致声音出现了失真。即便如此，这段音频仍然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这不是我的孩子。2016年6月的一天，桑迪·卡布拉尼斯准备打开监控看看家里的狗狗，然后他被眼前的画面给惊呆了。迎接他的不是自己那只巧克力色的拉布拉多犬，而是一名躺在床上熟睡的小女孩。桑迪根本不认识这个女孩，同时很奇怪为何自家监控会出现别人家的画面。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负责管理的安防公司因为工作疏忽而混淆了不同用户之间的监控信息，想想都觉得可怕。只要监控公司稍出差错，你家人睡觉的画面就会被现场直播。不安分的泰迪熊。片段中，婴儿身后放着一只普通的泰迪熊，但下一秒它似乎就没那么可爱了。玩具熊突然转动脑袋，仿佛在用邪恶的黑眼珠注视着宝宝。好在这个画面并不难解释，应该是宝宝拉扯身上的毯子时带动了泰迪熊。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遍，至少我更愿意相信这样的解释。否则难道说《玩具总动员》其实是一部纪录片吗？儿童玩具真的会在孩子睡觉时盯着他们看，太让人细思极恐了。单包的入侵者。这段拍摄于2012年的视频显示，夜间有一束奇怪的光在一个孩子的床上徘徊。起初这看起来像是机器故障，但后来光束似乎穿过了床头板，而且随着距离镜头越远，亮度越来越暗，这表明房间里肯定有什么东西。是摄像头出问题了，或者那只是飘在空中的蜘蛛网，还是像视频拍摄者所说的，孩子离世不久的祖母回来看他了？你觉得呢？非法闯入。试想你在早上醒来，好奇查看婴儿监视器的时候，突然屏幕上出现了恐怖的画面。昨天夜晚，你家里来了一位陌生人。对于他州的一户居民来说，这个可怕的想法变成了现实，非常吓人。监控拍到一名陌生男子在凌晨时闯入了他们家，男子小心翼翼地探索，经过宝宝床边后，他停了下来，一直盯着熟睡中的孩子母亲看。开始，这位午夜入侵者没有拿走任何东西或触碰任何人，后来也再也没有出现过，真的太令人毛骨悚然了。婴儿观察员。当一位母亲发现婴儿监视器上的异常画面时，她简直被惊呆了，于是立即将视频传到了脸书，事情一下子在网上炸开了锅。这名母亲声称女儿在睡着时
房间里出现了一只幽灵，最初的画面只是像镜头上染了灰尘，但慢慢的类似幽灵头部和肩膀的形状显现出来，不明物体移动到宝宝的上方，稍微停留了一会，来回徘徊数次后，最后从画面中消失了。不清楚这到底是虫子、机器故障，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但在大半夜看这种视频的确让人有点不寒而栗。对此你有更好的解释吗？留言告诉我吧。来源不明的音乐。2015年，一个婴儿监视器突然响起了诡异的音乐。声音似乎是从宝宝的卧室里传来的，然而当孩子父亲前去查看时，房间里没有任何音乐声或播放器。这位父亲表示，无论他怎么调节监视器的频率，机器总会时不时地传出那首音调忽高忽低的怪异曲子，杂乱且不和谐的旋律让人感受其演奏者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因此这也成为了网络上最诡异的影片之一。探访时间到了。2019年初，一位密歇根的母亲通过监控发现半夜时分，女儿卧室里有一只幽灵在游荡。画面中小女孩的注意力似乎被什么吸引了，然而当她站起来身来张望时，影子已经消失不见。这名母亲表示，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她在女儿身上发现了前一天根本没有的奇怪抓痕。事实上，房子先前就曾出现过一些怪事，被镜头拍到的还是同一回。所谓的幽灵可能只是光线引起的错觉，或者是机器故障把之前拍到的人像重叠进来了。至于小女孩身上的抓痕从何而来，估计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永远的笑话。2017年5月的一天， Mary Katz 和宝贝儿子独自在家，突然他在婴儿监视器上发现宝宝对着空气笑了起来，而且当天孩子朝着卧室内的同一个方向好几次被逗了。这本来已经足够诡异了，当美丽再仔细听时，事情变得更加可怕了。你听到了吗？孩子母亲表示，他在背景中隐约听到有个男人在说话，我们再听一遍。奇怪的是，根据美丽的说法，神秘男子的声音很像他已故的公公生前逗孙子们玩时发出的声音。然而经过分析，所谓的男性声音或许只是程序处理错误导致宝宝的笑声发生了失真。我们来比较一下两者的区别。不排除是设备连接出现的问题，但不管是不是去世的爷爷回来见亲人最后一面，小朋友莫名其妙的发笑让人感觉有点诡异。令人生畏的儿童，如果你还是不觉得孩子们流失很可怕，不妨来看看以下的画面。这位宝宝摆出了一个经典的驱魔姿势，同时眼睛反射出诡异的光线。其实婴儿拍照时双眼发光十分常见，因为他们的眼睛本来就很大，而且在黑暗中瞳孔还会扩张。这是另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一位雷迪用户拍摄到儿子在漆黑的房间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不知道什么东西，并且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起床站岗。同样奇怪的还有这个把脚竖起来睡觉的小女孩，这位盯着镜头露出嗜血表情的孩子，还有这个胖嘟嘟的小宝宝，是不是既恐怖又可爱呢？为何孩子们都对着镜头露出诡异的神情呢？或许有些事情不知道会更好。妈妈来了，这张照片本身就有够吓人了，有什么比一个高高瘦瘦的女人靠在熟睡婴儿的床边，然后朝着监控大喊更加可怕呢？虽然没有人知道照片的源头来自哪里，但网上流传的其最早的背景故事之一会恐怖一万倍。根据一个不知名的西班牙超自然现象脸书社区的说法，
照片中的女子是婴儿出生时死去的母亲，她的灵魂每天晚上都要回来抚慰自己哭闹的孩子。故事或许只是个都市传说，但即使不是，更像恐怖片里的怪物的女人，恐怕是惊吓多于安慰吧。说真的，初为人母并不容易，就算女子看起来有点憔悴，也是可以理解的。